这是我的狗狗麦克华斯基还有麦翠基。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其实不止对我们，对狗狗生活也会造成影响。到底要怎么能安心的出门，干净的回家？其实我们狗主人也会很担心。不管是郊外或者是市区，其实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啊，都会有一定的风险。所以每次回到家，一定要帮他们清洁干净。像英斗这种狗啊，其实皮肤非常难照顾。你说要用什么消毒成分的湿纸巾啊，或者是酒精啊，都会对他们皮肤造成不舒服，甚至产生一些皮肤的状况。像我自己都是用 Mulo 抗菌喷雾机，它成分只需要用水就能产生抗菌水，而且完全没有刺激。像对狗狗啊或是小朋友这种比较需要注意的对象就非常适合，就算吃到其实也完全没有关系，不会残留，而且还通过像是韩国啊、日本啊各项专利，抗菌率达99%。那像我的工作是摄影师，平时也会常接触到不同的人，相对风险会比较高，所以不管是客人啊，或是在整理环境，我也都会用 Mulo 抗菌喷雾机。它喷洒的范围很广，雾状的喷头很适合在大空间使用。像之前我也买过需要装清洁液的喷雾机，可是有一些抗菌液其实会让我的摄影器材生锈，使用 Mulo 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。如果有外出，还可以分装成小瓶子使用。我现在都省下买酒精、干洗手的钱了。在疫情期间使用 Mulo 真的很方便，我很满意。